这是纪家的寿宴，受邀的都是真正的权贵，沈晴那个骗子怎么可能来？定是我错。四恒，你在看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。四恒，你也别太忧心了，我们收到了纪家的特邀，你又准备了纪老爷子心仪已久的手串作为贺礼，定能讨他的欢心，日后在南省也有了倚仗。悠悠，你见识多，家世广，有你做我的贤内助，我定能飞黄腾达。我们走吧。来看，这个、这个，还有这个，都是你爱吃的。老爷子寿宴，怎么都是我喜欢的？当然是我提前准备的，所有都是按照你的口味。你这假公济私的也太明显了吧！少爷，怎么，老爷子寿宴你不去帮忙，还在这躲呢？都是些应酬，我就想和你在一起。嗯，好吧，管家。嘿，陆少在这儿呢。少爷，您难得回来一次，几位姑奶奶等着见您呢。你都说是姑奶奶了，我这有正事，一会儿再看。你来的正好，来，你们少爷腿脚不方便，把他带回去。快，家走。沈晴，居然真的是你！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大摇大摆来纪家的寿宴。